人已经带到了，人已经带到了，带到了，人已经带到了。来剪头发去了，围着围着给剪头发，给做一个妆发妆发。花脸啊，是这样，我有个词儿没说呢。哦，还有词儿了，有个词儿啊，我想那个公主们，你们要找的人给你们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项目了，很简单，撒娇大赛。这个就是大家想玩玩，不算成绩。 baby 要不打个样，啊！我们有请我们的公主，为我们打个样。撒娇啊！我想想呀，主要是我刚拿起个苹果想吃来着，哼，不要吃我的苹果，哼，不要吃我的苹果。哦，不对，是梨。好吗？ 揍我吧！要来吗？我们有，我们要上才艺了。这是撸猫呢。啊！这好可爱啊！叫人。喵。好了，走吧。还想再看会儿。啊，坐。 喵！我太害臊了，我太害臊了。哎，我给恭喜您做了10分钟心理建设，我说你能演个猫吗？嗯嗯，哥，叫人。行。啊！那我们魅力男世界杯就已经结束了。 通过刚才三轮的比拼，排名第一的位的是凯哥和曾舜晞，你们组获胜。你们两人的手机可以暂时取出来，然后其他成员的手机要继续锁在箱子里，请 baby 来抽出一部手机支付我们这一环节的账单。哎，你别看了，这样你也别摸，你就数第几个。23吧，从昨往右23。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。这个，这个。 林老板，林总，恭喜林总喜提账单，太便宜了吧！这300多块钱，导演组真爱我，真是。来结账的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吧。真坏，我这帮人，我跟你讲，您这才付300块钱，不能叫总。小林，小林，小林把账结了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可以。小林出去把车热一下。 欢迎大家来到一汽奔腾总部，欣赏 T77 Pro 带来的精彩表演。哦。哇哦！哎呦！啊！哎！哇！ 完全最大斜角了，已经，他自己是斜的，你知道吗？那驾驶员在里面。我天哪！我去！太帅了！一汽奔腾！太帅了！太帅了！点燃我的梦想。 生命在闪亮，造亿万吨的光芒，造亿万吨。